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！这次啊，在阿凯迪啊，大展宏图，冷热饮品、台式奶茶、刨冰甜品、小吃便当。这前面是有学校，看看这个，看看茶园的大展宏图，恭喜发财！有这种优惠活动，刨冰甜品、小吃便当，绿野之家，这是它的老字号品牌的名字。阿凯迪亚还是比较漂亮的，看这种。跑车呀！进来看一下花市。你好，这花快谢了，不行啊！这上面是啥？酵素酶。这是甜的东西啊，这冰糖杨梅。干果，这是甜的，都是甜的呀，甜的。你好，这是看的都是可口啊，比较可爱的葡萄柚皮，漂亮啊！Hello，你要干什么？我是台湾时报的，四十五吗？二。台湾时报。那《环球时报》你？